今天分享一道适合女士们秋冬天喝的一道甜汤。首先把老南瓜切成厚厚的薄片，上蒸锅蒸20分钟，再准备桃胶、雪燕、皂角米，总共2包30克。这是我在网上买的，买三送一，1盒10小包。把它提前一个晚上泡好，清洗干净。红豆也是昨晚泡好的，全部装入砂锅中，加清水多一点，再放桃胶和雪燕，扣盖煮40分钟。南瓜蒸好了，压成泥，倒入糯米粉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再少量多次的加入糯米粉，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，用我性感的小手搓成小圆球。40分钟到了，红豆煮至开花，加适量的冰糖、南瓜、糯米小丸子，开大火把它煮得飘起来，再放干红枣片和枸杞。哇，太香了，真是女神的必备，结合了桃胶、雪燕、皂角米，营养丰富，美容养颜，多吃也不怕发胖。抖音